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参加今天的线上崇拜聚会，请您预备心，放下手边分心的事物，一起来朝见神。下周线上崇拜周六晚从及主日由刘群茂主任牧师讲道，主题为求主教导我们祷告。周六青年崇拜由 CPM 全球华人教育集团负责人陈国林顾问分享，主题为我们与父的距离，请锁定士林灵粮堂 YouTube 频道，也可以邀约家人朋友一起参加哦。时光3月30号到4月3号，周一到周五，每天早上将有刘牧师亲自喂养灵粮哦。周六早上7点也有晴雨如的敬拜，与你线上一起祷告，敬请锁定士林灵粮堂 YouTube 频道。如果你尚未订阅频道，请点选士林灵粮堂 YouTube 下方订阅，开启铃铛提醒，不要错过精彩的内容哦。在多次的求诊之下呢，医生告诉我，在我左边的卵巢有3公分大的这个巧克力囊肿，于是我在27的祷告里面带入了认罪和悔改，悔改是自己没有珍惜和把握神所给我的一切恩惠，并在4周之后呢，食量就是莫名的减少，然后对这个天使的喜爱也减少了许多。那再一次的复诊之后，医生告知说我的巧克力囊肿缩小了 0.5 公分，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奇妙的作为。防疫期间线上崇拜正式启动，线上成人崇拜时间除原实体崇拜时间外，也有线上儿童、青年及国高崇拜，请上士林灵粮堂 YouTube 频道，即可与线上的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神，持守主日。复活节欢庆主日时间在4月11到4月12，主题为看哪、我将一切都更新了，将由刘群茂主任牧师讲道，以及生命和艺术团队演出。青年崇拜也将有敬拜献诗、齐声欢庆主的复活，鼓励踊跃邀请新朋友参加。4月5号到4月11为受难周，将在小组举行波饼聚会，鼓励弟兄姐妹可于当周禁食祷告，安静默想纪念主。快来看看上礼拜教会发生什么大事。幸福小组新鲜事，城市牧区喜真幸福小组一起玩手作，制作精美香氛蜡烛，邀约 Best 全家大小一起来，让家活过来。妈妈学校火热报名中，时间在5月4号到5月25号，每周一上午，共计4堂课，内容为恢复尊贵的女性形象，发挥妈妈的影响力。报名截止时间为4月19号，鼓励已婚女士或妈妈踊跃报名参加。感谢神带领华安来到仁青士林课后陪读班，从这边华安学习到属灵生命的成长。灵修的时候，他遇到不好的事情或是讲不好听的话，他会跟我说，妈妈，我今天做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怎么办，我们来一起祷告。然后他就会自己跪在床头的面前就祷告，求上帝原谅他。他遇到好的事情的时候也常常说，上帝对我好好，给我很多丰富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是华安在来到士林课后陪读班的时候一个最大的突破。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教会消息，请点选士林灵粮堂 YouTube 频道下方教会周报网址，参与线上周报哦。愿神祝福大家。上周建堂奉献金额为40万元，累计至3月22号，建堂奉献金额为6亿8615万元。以上为本周教会消息，愿神祝福大家。